666666，你再多说两句呗。兄弟们，猜这是忙谁？呢。猜谁？我看能不能猜到啊。他说：“兄弟们，刷播666，何老师，你们猜是何老师、鹏鹏、黄老师、魏大勋。”好，来下一个，声音大，来来，我声音大一点，你说猜答案招呼。各位朋友们，大家晚上好吗？这是谁？猜一下。让我听到你们的热情。这是谁？鹏鹏，我们刚刚有个人猜对，猜到你的了。杨迪，黄老师，周深，沈凌，沈腾，兄弟们，张杰，小月月，杨迪的特别多。好，那这两个好，东北口音是吧？那这两个我就过了啊。那下一个，来。我们在一起就是向往的生活。哇，这个不用猜了吧？啊！不，这样，那我就出来给大家打个招呼吧，因为刚才他没猜。对，好，对，就大家猜到的那个四位给大家打个招呼，来。Hello。妹妹，何老师，然后鹏鹏，黄老师正做饭，黄老师正在做饭，然后被我们拽过来，然后给大家打招呼。他们还喊了鹏鹏 ，Hello， 大家好。Hello。那个，然后揭晓第一个，好吧？刚刚第一个，你做饭吧。我走了。你做饭吧，辛苦啊，辛苦。我做饭去了啊，你们忙啊。黄老师要做饭去了，然后他们来开始惊讶了。哇，妹妹，何老师好。哎，你们想不好奇刚刚那两个人是谁吗？我们要请你再讲两句话，我们第一位再讲两句话。兄弟们，干嘛呢？吃饭了没啊？喝了来着。你知道吗？这个下午给我女儿发信息，我女儿说我骗她，我说她是谁？我女儿说不可能，这东北口音不可能。谁？有人猜池子。池子。魏大勋，他们说是魏大勋。那要不这样吧，我们就。还好啊，没怎么胖呀。那这样吧，我们有请第一个啊，来出来。来，这东北口音的是谁呢？这旮旯，大家好，快亮灯！龙龙，给大家打个招呼吧。Hello， 因为大家对龙龙还比较熟了，我们上次连麦一次。你刚才口音真的很难猜，对吗？因为你平时不是这个口音。兄弟们，老铁们，他刚才已经演练了很长时间了，他们就好瘦，然后刚才另外一个是谁是吗？再多说两句啊，你多说两句。兄弟们，小礼物走一走，刷一波666看看，刷一波666，他一会儿真的刷666了。他们说你现在瘦了，鹏鹏胖了，鹏鹏已经瘦了。那是不知道我刚来的时候有多胖。他们说是，魏大勋，深深，有人猜到你了，来出来吧。这也是龙龙啊，我们今天，来，汪苏泷，小龙，朋友们，哎，你把你刚才那个后面演练的那几句话。各位朋友们，各位老铁们，又是这样一个夜晚，让我们走起来，他们走起来，不，你的准备好最让你惊艳的货品了吗？今天更要给你最棒的味觉的体验。啊！他刚说火箭刷起来，我们这里没有火箭，但是我们有表情。等一下，你们火箭就刷起来吧。那个我必须要打断一下，我觉得没有懂我们今天直播到底是什么意思。跑偏了是不是？对，不是跑偏，不需要大家刷什么666啊。我们这次是给大家带来非常多的福利，然后我们也特别谢谢薇娅可以把她的直播间搬到我们向往的生活。让你惊艳的货品了吗？今天更要给你最棒的味觉的体验。啊！他刚说火箭刷起来，我们这里没有火箭，但是我们有表情。等一下，你们火箭就刷起来吧。那个我必须要打断一下，我觉得没有懂我们今天直播到底是什么意思。跑偏了是不是？不是跑偏，不需要大家刷什么666啊。我们这次是给大家带来非常多的福利，然后我们也特别谢谢薇娅可以把她的直播间搬到我们向往的生活，搬到我们的蘑菇。对，因为事实上这个我们的节目还没有播嘛。所以今天是我们蘑菇的，在这个版纳的蘑菇第一次这个亮出了它的一个小角落给大家看，对不对？啊，龙龙你可以进来一点，啊，龙龙你进来一点，我们镜头比较小，来，我们然后我们还有鹏梦，
对，鹏鹏快，你妹妹远了看就小，往远了看就瘦。黄老师做饭去了，对，黄老师做饭去了。对，为什么我们会这样做呢？其实是这样的，我们来到云南之后呢，我们就被这儿的风土人情所吸引，但最感动的就是这儿的水果简直太好吃，太好吃了，对，太好吃了。然后就每天就像是真的是在过美食节一样。但是大家知道这个疫情的关系，所以呢，其实有很多当地的水果，特别是他们制作的一些果干，因为没有游客来，对，所以呢就滞销。而大家知道鲜果包括这个果干都是有一定的保质期的，所以呢他们也非常着急。那我们就请了薇娅来帮我们的忙，借她的这个宝地啊，借她的宝地来给大家好好的介绍一下我们版纳的这些美食，同时呢也给大家带来最新鲜的版纳的味道。其实这样的啊，其实我今天真的挺感恩的，就感恩这场直播，因为我觉得我淘宝直播也好，直播也好，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就是有益的事情，然后包括跟何老师、我们的龙龙，然后那个鹏鹏、黄老师，我们一起做这个事情，我觉得鹏鹏还专门为这次直播洗了澡。就真的很感恩，因为我来到本地以后，我看到了这边水果真的非常好吃，所以迫不及待在直播间给大家去推荐。其实向往的生活一直没有剧透，其实今天我们直播算是剧透了。我今天在我的直播间有蘑菇屋的一个角落，后面大家能看到很熟悉的就是我们的各个合影，对。然后包括具体的内容的话，要来看节目，因为这次的节目真的又是不太一样的一个感觉，就是很温暖。我今天来之后，我就感觉太舒服了。他们希望我能放慢角度，然后来到这个真的是向往的生活，太舒服了，真的太舒服了。后期一定要看这个节目。那今天的话，我们也带了一些就是我们版纳的一些特色，对吧？比如说子枫妹妹、鹏鹏都在这里。我们鹏鹏真的刚刚去洗了个澡，为了这个直播，香的不行。老师劝说了我一个小时，发动大家的力量，劝说了我一个小时，我去了，劝说了一个小时。因为是这样的，今天下午他们干了很多很重的农活，然后呢，所以就大家都是一身臭汗。那么为了可以这个今天晚上呢跟大家好好的见面呢，我们就劝鹏鹏就是说最少要洗个脸，然后呢，我又希望他换身衣服，所以我就说你要不干脆洗个澡吧。我劝了真的有半个小时，我是不是啊？劝了半个小时，然后薇娅在旁边目瞪口呆的看着说：“这件事情这么难吗？对你？”不难不难。他说我没有戴美瞳，然后我洗澡，完了你赶紧。不是我隐形眼镜没有戴，帅的帅的，不蒙帅的，真的。减肥了，减肥了。他说你瘦了，他因为他六月份进组了，然后瘦了。六月份进组，现在四月份开始减肥了，开始减肥，瘦了。然后今天晚上其实当然了，我们这个直播是个特殊的直播嘛。然后之前大家很担心说薇娅会不会一个人完成不了，其实今天真的感谢有各位老师在这里，不孤单、哦。这个我们必须要说，我们今天的直播间，今天直播间是我们搭的。对，薇娅特别特别可怜，她一个人拿了个巨大的箱子来，里面全部是设备，然后也没有人跟着她，我们自己一点点把这些设备组装起来，搭成一个直播间的样子，而且我们特别担心会不顺利，或者会卡呀什么的，所以现在可以顺利的播出，顺利的直播，我们真的很感恩。对，然后那个黄老师在做饭，然后你看，汪苏龙、小龙今天帮我们搞了那个声卡，然后那个何老师帮我们搞了那个电脑跟那个麦风，然后龙龙他旁边还在喊老铁六六，刚刚在，然后一在旁边，后面好可爱，你看他们每个人，我会悬空啊。我跟你讲，小龙，你要上面一点点，然后吧，这个镜头有时候它会 不全部出来，哦、你看，哎呀，吓死了！子枫很帅，对对，好好的，那我们这样啊，我给大家讲一下，我们今天晚直播间。要不要喝水呀、你看，哎，我今天待遇有点高，我有点不太适应，不太不敢，我来，你喝嘛，好，真的，我好渴，好紧张。不紧张，来，好，第一个来了啊。今天晚上是我们到了西双版纳，为什么会有这个直播呢？我们这次是个公益的直播，我们跟向往的生活给大家组织了一场，就是我们帮西双版纳的那个果农也好，包括很多工厂也好，帮他解决他的一些困难。我们是来助农来了，所以今天我们是一场公益的直播。我们今天晚上等一下会在直播间有一些就是比较好的水果，但是数量都比较少，不，但是数量少多都没关系，只想做这个事情，然后来让大家跟我们一起。我们今晚有西双版纳的椰子干，然后有玉米，有香蕉干，然后有菠萝，无眼菠萝，有芒果干，还有那个草莓干，还有蜂蜜，还有葡萄干，还有小包谷，还有木农也好，包括很多工厂也好，帮他解决他的一些困难。我们是来助农来了，所以今天我们是一场公益的直播。我们今天晚上等一下会在直播间有一些就是比较好的水果，但是数量都比较少，不，但是数量少多都没关系，只想做这个事情，然后来让大家跟我们一起。
我们今晚有西双版纳的椰子干，然后有玉米，有香蕉干，然后有菠萝，无眼菠萝，有芒果干，还有那个草莓干，嗯，还有蜂蜜，还有蜂蜜，还有葡萄干，还有小包谷，还有木瓜，然后就这几样东西。嗯、但是每样东西的话，我们卖出去的都是给大家解决一些难题。然后我今天手里有这么厚厚的一叠，你知道是什么吗？好感动，好感动。我手里有这么厚厚的一叠，这些都是我们跟这些农户采购的一些信息表，就我们的那个品牌跟各个农户采购的，比如说百花蜜采购哪些，从哪个村子里面采购的都有。然后我们今天晚上单独的一个果干就跟50多个农户去采购，50多家，50多村子，50多个村子，对，从50多村子里面我们选了几样东西给大家，所以说东西都很好。就何老师来在这里，我在。何老师、嗯、我要何老师坐过来啊，跟大家讲一下我们今天下午去了那个工厂啊，看了之后其实很感动。看到那个就是有2个年轻人他们自己创业，对，然后呢他们手上呢就是有一个很小的本子，上面是手写的一些账单，就是今天从这个村子里面收了多少的香蕉，然后呢他是按左跟右来算，为什么是有一个阿姨去负责帮他们收，对，左跟右，那左呢就是他的那个摩托车的左边的斗，那个框里面是多少斤，右边的框是多少斤，然后每斤是多少钱，结给人家多少钱。然后我们特别感动的就是其实疫情发生之后呢，他们还是坚持把这些鲜果，就是之前约的这些鲜果收上来，因为就是说如果他们不收的话，虽然他们也知道可能没有销量，虽然他们说如果不收的话有可能就会烂在地里，但如果我们收上来，我们就是把它做成果干之后，至少我会有6个月的这个保鲜期保质期，所以还可能可以撑一下试试看，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觉得其实真的很不容易，而且他们每一个钱都是先提前去预付给果农的，然后呢他们做的那个果干又好吃又干净，只是说如果我们不帮他们推销的话，他们可能没有办法在没有游客的情况下去打开销路，所以真的要谢谢薇娅。我是这样的，大善人。没有，我觉得这样的，其实从我角度来讲的话，我觉得这东西真的非常好。我们今天等一下有香蕉干，那个双龙你们俩都没吃过，双龙，然后那个我们妹妹吃了，然后那个鹏鹏也吃了，鹏鹏特别喜欢吃刚才那个草莓干，还有什么东西来着？还有芒果干，就它这边芒果干跟我们平时卖的不一样，它里面没有放糖，它那个芒果干的甜度就是芒果本身的那个甜度，带点酸的口感，很好吃。然后它的香蕉干的话是那种风干的香蕉，然后是长条的，你没看见过，我给你看一眼啊。我们先给你看几个啊，这个是那个椰子片，那这是我们现在版纳的一个椰子片，就它每一个都就是一片一片的很干净，而且很甜，它没有过多的添加剂。就我觉得好产品就值得给大家分享，所以我觉得对我的直播间来讲的话，我也是很开心有这么好的东西在直播间给大家上。等一下我会来啊，对，你知道吗？这是什么？你吃过这个吗？这啥？啊？没有。这个你吃过那个鱼吗？圆的。你香片。刚才说的是香蕉干。龙可以坐啊，是香蕉干。你知道吗？它这个是那个有点像红薯干，吃的口感，但它是那种。是用香蕉风干的，然后切成了一片一片，然后这个特别好吃，但只有3000份。哦，太可惜了。对，我今天下午已经努力了，我去帮你们去问了，我说能不能加货干嘛的，因为他们是那个手工的，真的是纯手工的，你知道吗？问他们说如果补货的话多久，要1个月，就是他的香蕉，他说我们的香蕉都要自然熟，不能去催熟，所以他香蕉熟了之后把它一切两半放在那个地方，就让它自然的用凉风去吹干，1个月之后才成这个样子。对，所以是没有办法去非常好吃。然后你知道他，你做到里面来吃了，而且你知道他一个月，你知道他能做多少份吗？3000。嗯，月做就3000。哎，我要不这样吧，我们那个何老师，我们就直接把那个链接加进来吧，好不好？你说香蕉干？对啊。我发现你的节奏是乱的，作为一个主持人，我有点受不了。因为他们在喊这个，要不要改先加进来？上吧。但是是这样的，薇娅确实帮大家去争取了，问了很久。那么补货没有那么快，但是呢，这一批第一批是只有3000份的。对，是这样的啊，它的我们价格的话是，对，它给我们的价格是依然，虽然说是我们今天是在助农啊，做这个公益，但价格非常给力。然后它是一个本地的特色，就是香蕉做成了风干的，然后口感很像那个红薯干，但是它是香蕉做的，很好吃。它这么一盒的话卖29.99，就它的一个自己的一个价格。太便宜又便宜，又便宜又好吃。没知道我们的价格。真的会有这么便宜的又好吃的东西吗？在这在我们直播间买的人啊，第一盒22.9，
第二盒16.9，第三盒9.9，必须得三盒了。买三盒49.7，平均一盒16.5。但这个拍下是不是等于只有1000个人可以买到？对，只有1000个人买到。而且你们还打开了一盒，所以只有999。他的一个自己的一个价格，太便宜又便宜，哎，不便宜又好吃，没知道我们的价格，还没讲完嘞，真的会有这么便宜的又好吃的东西吗？啊，在这，在我们直播间买的人啊，嗯，第一盒22.9，第二盒16.9，第三盒9.9，必须得三盒了，买三盒49.7，平均一盒16.5。哎，但这个拍下是不是等于只有1000个人可以买到？对，只有1000个人买到，而且你们还打开了一盒，所以只有999。这几个不算，这也不算。那我上了，很像鳗鱼干，然后呢，拍三份就好了，三份一共49.7啊。我们现在这个版纳的一个特别新鲜的当地特色的一个香蕉干来准备。啊，会怎么样？这个能三二一了吗？对，来倒计时开始，5、4、3、2、1，加进来。我们今天下午去那工厂，然后那个我不知道有没有加进来啊。秒没，哎，我看啊。没有了，卖完了。哦，哇！我的天哪！但这个不能加货。来，何老师吃。我们下午去工厂，然后何老师说这个东西，妹妹，把带走吧。妹妹也好爱吃这个，好吃吗？咱俩一半，咱俩省着点。什么？咱俩一半。所以说今天晚上阿姨能拍到吗？阿姨能拍到吗？东西应该拍不到。你在链接。我妈手速没那么快。哎，我不知道。欣欣，你在看吗？欣姐在看吗？欣姐。欣欣是薇娅的女人。感谢欣姐，这是我帮你抢啊，欣姐。对，我帮你抢一盒，好不好？可以带一盒走。欣姐发过666，太给力了。他们一会儿满屏都刷666。鹏鹏，你出来，鹏鹏，你出来。嗯嗯。好，妹妹，去。妹妹，我们这样的啊，我那个黄老师在做饭，这个已经没有了。你俩干嘛？你在？没有，咋了？他拎着妹妹的衣服，把妹妹拎进来。我刚刚没看到，你看鹏鹏行不行？喊666了。好了，我们现在这个已经没有了。其实后面除了这个以外，还有其他东西。然后何老师，今晚所有东西你最喜欢吃哪个？嗯，其实芒果干我真的非常喜欢。我也喜欢芒果干，但芒果干我放热门了，得晚一点。晚一点。嗯，因为很多人刚来嘛。我们给大家推荐那个椰子干好吗？因为它海盐椰子干，就是您已经打开了一盒嘛。嗯，好不好？那好吧，那我们下一个就给大家上这个椰子片。嗯，这个也比较少啊。给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这么少，它真的是手工做的，他们这边还没有办法。就是说大量给大家产，因为它本来就不靠这个的，你知道吗？他们的水果和一些果干以前都在旅游景点卖，就是旅游景点的人过来收购完了之后去卖。哦，他今年的话是为什么会在直播里卖，是因为他今年因为疫情的原因，所以他那个路子断掉了，他单东西是非常好的，所以然后我们现在通过直播来卖好东西，然后也帮大家解决问题，就是双方的跟向往的生活一起。然后下个链接的话是我们的这个版纳的那个海盐椰子干，刚才我吃到了何老师给我做的一个点心甜点，对，它是用那个纯奶，用奶，然后现在知道名字了，用奶加了面包干，嗯，用奶加了面包干，然后对，然后加了这点这个椰子片，它可以直接吃，来，龙龙，好吗？妹妹，它可以直接吃，这第一个吃，第二个它可以泡。跟坚果一起泡那个酸奶，如果你们家里有酸奶的话，跟酸奶一起泡冲一下，用纯奶也可以冲一下，非常好。而且当地的味道不是那种很甜的味道，是有点咸咸的。嗯，就你不用担心长胖，货比较少，这个也只有3000份。你们俩在干嘛？嗯，不，他推我，他已经开心的玩起来了，是吧？好，那我就把这个也开了，也是要买三份的，因为他们店铺在卖29.9，我们直播间第一盒是22.9。第二盒，特别像一个妙货的人，不是，我要海来，第二盒多少？第二盒是卖16.9，第三盒卖9.9，一共是3份49.7，平均一盒16.5，性价比非常高，一手货源。我能喊一下那个感觉吗？好，那你喊了啊！各位朋友们，手速准备好了吗？倒计时开始。多少份？3000份。3000份，抢到就是赚到啊！5、4、3、2、1.5，哎呀，上架，然后数量拍三份，他们说10000份都不够，但他们这边的产量真的，让何老师给你们讲一下，真的不是说他们今天给我们数量少，你说他们为什么今天给的数量少？让何老师给你们讲一下。又没了，我是觉得就是大家知道这个产品，后面会有很多，
好的机会去多多了解、多多支持。所以呢，这个可能我们今天直播间确实是，我们尽力了，我们的所有的会员已经都是都在我们这儿了。但后面有多一些的，不是每个都只有3000份，后面有20000份的。嗯，好，一会儿说20000份也少。那我们下一个一会儿就有个菠萝，哎，这个菠萝一定要买到，有10000份菠萝，就新鲜的水果菠萝。其实卖水果之前我还挺担忧的，因为水果的物流啊很难，包装也很难。然后但今天那个菠萝的话跟平时我们买的不太一样，它是凤梨。其实你们知道凤梨跟菠萝的区别吗？又来了。来，大家真的给薇娅姐普及一下，我们今天在讨论凤梨和凤梨没有区别嘛，就是玻璃玻璃龙龙，哎，小龙梨就是小龙。一会儿就有个菠萝，哎，这个菠萝一定要买到，有10000份菠萝，就新鲜的水果菠萝。其实卖水果之前我还挺担忧的，因为水果的物流啊很难，包装也很难。然后但今天那个菠萝的话跟平时我们买的不太一样，它是凤梨。其实你们知道凤梨跟菠萝的区别吗？又来了。来，大家真的给薇娅姐普及一下，我们今天在讨论凤梨和没有区别嘛，就是玻璃玻璃龙龙，哎，小龙梨就是小龙说的一点另外一个名字，小龙说的一点区别都没有，真的专家好不好？有的，来专家们盐水泡科普一下，科普一下，有一个是用盐水泡，一个是不用盐水泡了。好，大家刷新一下，哦，刷新一下，有的是用那个盐水泡。有，你说凤梨，你看没有区别，没区别，也有说有区别，凤梨甜，那凤梨不要加盐，你看到吗？不用挖盐，不用挖盐，别说了，直接上。那我去拿菠萝去啊。行，我去拿，我去拿。那里坐。我今天这待遇有点，你真的，你坐正。今天这待遇有点让我有点，我的助理呢？要。啊，第一个，第二个，第三个。有，总共我们今天的菠萝花总共是有3到5个，因为按那个克重，哎呦。用克重来算的，单果的话大概是1斤，总共净重是9斤。来，我们每个人拿一个菠萝。龙哥要开始摆造型了，你看小龙。来个鲤鱼美，鲤鱼美。然后我今天这个菠萝的话，它是不用盐水泡的。哎，你，哎，那我要让我脸干嘛？你们再摆个 pose 来。这个你看，戏精上身，你看何老师，你看小龙的姿势。其实我的姿势也挺难的，被妹妹挡住了。就我刚刚是这样的。哎，你看两个人。他是鹏鹏跟小龙，你俩要不一会儿比赛切菠萝吧？你们谁来比赛切菠萝吧？可以。可以吗？你看，是吗？那有区别吗，何老师？有区别，名不一样。真的一个不用泡盐水，一个泡盐水。我们家菠萝是不用泡盐水的，完全不刺我酸。哦，来，上菜板了。哇哦。我们真的要比赛切菠萝是吗？对呀、啊。那来，你们会切菠萝吗？你们会吗？我让弟来，我让开。你会吗？你们谁来切？我觉得可以让鹏鹏作为我们蘑菇的这个实力担当，好不好？鹏鹏，这样，这样，鹏鹏切一个，然后那个，威龙和苏龙，你们俩看谁先上，好不好？要怎么摆造势？那我拿上啊。我拿好了，不用管，我拿好了，你们来吧，来。好，你们来吧。来吧啊。我们今天上的是我们今天这个菠萝。寒江孤影。所以我在旁边要解说什么？我们这个菠萝是版纳的那个菠萝，冷的不分。版纳的菠萝。菠萝，然后它那个不会很尖，然后它是有点酸甜的，然后它不用盐水泡，很好吃。而且好奇怪，它不扎手。你为什么？你到下面去干嘛？啊，没有啊，小心点啊！来，准备，小心，开始。小心点啊！为什么我看黄老师切菠萝没有这么吓人啊？他是哇，你切太狠了。看过黄老师切几次了，是不是？嗯，你跟大家说一下这个菠萝切的那个手感。先要去头去尾，不是手感，就是比如说它是那种手。他们有的教你说切头切尾，很嫩。鹏鹏表演一个贵菠萝，你这鹏鹏做错什么了？你这。然后再把有一说一，黄老师切的菠萝根本没有你们这么小。
看龙龙，龙龙，你切那菠萝已经不太有，因为我们切的这它就小。喂，你看无眼菠萝是不是指它切完之后它就没有那些没有眼刺，对对对对，你看干干净净，你看干干净净，是吗？把脸挡起来就能看到菠萝了，能看到吗？我没有把肉切没啊。哦，你看干干净净，哇，好好啊，可以吗？太近啊，看看鹏鹏的，鹏鹏鹏鹏都是菠萝香啊，这个超好吃，但这个就一万粉，我不知道能抢到。然后在他们在切同时，我把这个链接给上了吧，要不行，好不 好, 好？来，我看一下啊，我们今晚的菠萝是，版纳的一个无眼菠萝，就是不用放盐水泡的，然后它是卖45.99九斤，九斤大概是有3到5个啊。大概一个是一斤左右，然后是3到5个菠萝，卖45.99，但是我们直播间拍下35.9，大概是3到5个，35.9，不用盐水泡的。来，我直接上链接，倒计时吗？龙龙，我们一起倒计时。行。来，准备啊，倒计时开始，5、4、3、2、1，来，上链接。对，我们现在在向往的生活，他们说后面是蘑菇屋吗？是的，但这是蘑菇屋的一个其中的一个角落。然后我们今天等于是提前剧透了，因为我们今天的直播的内容也是我们节目的内容，但是具体多少玩你们可以看一下。就没了，只有一万。上链接，倒计时吗？龙龙，我们一起倒计时。行，来准备啊，倒计时开始，5、4、3、2、1，来，上链接。对，我们现在在向往的生活，他们说后面是蘑菇屋吗？是的，但这是蘑菇屋的一个其中的一个角落。然后我们今天等于是提前剧透了，因为我们今天的直播的内容也是我们节目的内容，但是具体多少玩你们可以看一下。就没了，一万，只有一万粉啊，你没了还切啥呀？不要这么现实，我要吃这个，不要这么现实。龙龙龙龙龙龙龙哥龙哥龙哥没了还切啥呀？来来来，不是这个我真的还想吃，吃吃点吧，吃点。这个不用泡吗？不用泡，不用泡，不用泡，你就直接随便切，切完之后它中间也没有那个无眼的，我他们说踢人，就想把没有付款的踢一下人。真的很，我看看啊，我看看啊，我看看啊。我都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他们说就是有很多拍下还没有付款，然后就有人买了可能考虑要不要买，然后他们说把一些没有付款的他们不要买了，关闭，然后让想买的人去买，因为数量只有那么多。我去跟他们去联系一下，好不好？好。如果你快点吃，我也想吃。我就拿点纸给你们。你就给我大一点吧，不用切那么碎了，你多给我吃一点。这个头很大呀，这是个地，这是中间那个地，我吃这个。啊，这个，哎呦，吃这个。他们说鹏鹏，不是说你切太浪费了。没有，我这个刚刚还有这个皮，你们看，其实真的不浪费，我这个皮还在这儿呢。这里可以了，这里可以了。因为这是刚切出来，那个水分。嗯，妹妹那个水分是水到的呀。你过去先去。好吃。快，龙哥，真的好吃。我这个可能是它这里面比较，哎，你们今天是不是去挑菠萝啊？我们今天就挑了300个，小心手，挑300个。今天那个威龙、苏龙、鹏鹏、妹妹他们四个为了晚饭，他们挑了一下午的菠萝，真的好吃耶，好好吃啊，水分很大，水分有人说一朋友真的水分很大，不是那个是。真的不错，妹妹他们叫你，啊，他们就在喊妹妹，妹妹在，妹妹一只手在这里，妹妹，看到你了，妹妹也是第一次这样看直播，对不对？嗯，对，我也是。我们今天是做这个综艺的直播吗？好有意思，是，来给，谢谢，可以，我再吃一块再尝。你啥时候能切出一块能吃的？谢谢。其实这边就能吃了吧，是不是？可以啊，不用掏这个眼儿。哦，这个眼不用掏的吗？不用掏，是无眼的。你在干什么？ 我说你在那削什么？啊，哦，你看的是黄老师切的是之前另外一种菠萝是吧？是我们扛的，是我们自己家的。鹏哥，家里有一点，他只是在展示他精湛的刀工。他在秀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哦，这个不用切的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妹妹，我们把它搬开好不好？好。对，这个已经没有货了啊。嗯，没有货了，我们把它搬开。嗯。别接手，你不能那么接。太危险了，给我妹妹来一块，给妹妹来一个，来这么大一个，来，哇，这个好吃，好吃，好吃，这个行，你先放在这，待会儿我们吃，好吧？我们先把这个搬开，我来，刀单独放，不要在上面放刀。他们大概讲何老师瘦，何老师多吃点。妹妹，我来，妹妹，我来，妹妹，我来吧。我不瘦，我全身都是肌肉。何老师说他不瘦，他都是肌肉。好，
好了，黄老师在做饭，黄老师在给我们准备丰盛的晚餐。